当初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气很喘，呼吸很辛苦，也经过了医院一个星期。真的是，如果是没有建交呢，我不会买再另外两套了。今年是56岁，然后你是买什么产品？你是买给谁？卖给我老公吃的，腐乳汁，他有得到那个肺痨，比较那肺比较不好嘛，呼吸比较辛苦，开始时候有吃那他们医院那个药丸啦。但是他吃了你们那个是真的是很好哦，但我觉得他吃了一喝的时候是好像有效果的，因为他本身有中了那个肺痨嘛，但是比刚刚中了肺痨的时候好了很多。然后你最近也是有买给你的姐姐啊？因为我姐姐她老公她讲，她是看到有咳嗽我姐姐就讲买三盒给她吃哦，她也是有抽烟的。也有朋友介绍，也有看到广告。当初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买一些你们哦，那个腐乳汁来吃哦，吃了真的有效。他可以接受，喂，好像当糖果的那每天拿个节律吃那个节律罢了。因为刚刚现在的天气不是很好啊，他有一点点咳是。嗽，我就叫他买来吃哦。是他吃了你们那个是真的是很好哦。